碧桂园森林城市紧连新加坡，距离新马第二大桥仅5公里，距守亚洲门户马六甲海峡，连通泛亚铁路，占据得天独厚的沿海资源与地缘优势。碧桂园集团协同华为、德勤、Sasaki 等全球顶级的科技、咨询、财务、税务规划、设计机构，投资过千亿，创造多个世界之最，合力打造可容纳几十万人口的智慧生态之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未来之城。这里是全球最宜居的热带湾区，常年多是蓝天白云、海洋与森林环绕，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分层立体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十几平方公里的城市地面都是公园，没有车辆穿行，住在这里的人随意休闲游乐、健身跑步。地面架空轨道交通路线，立体交通网有机整合，地下两层是畅行的交通路网和充足的停车空间，再无交通隐患、汽车污染等问题。这里引入智生态的垂直绿化理念，全程搭建垂直绿墙、空中花园和屋顶花园系统，建筑外墙长满植物，目之所及都是森林。采用领先的 BIM 建筑数字化管理和建筑工业化施工，高效环保，拥有超越时代的建筑品质。这里房子永久产权，零遗产税，房价仅为新加坡、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纽约、澳洲悉尼的1/7到1/4，全家轻松拿宜居绿卡，同时享有新加坡的都市繁荣和马来西亚的经济实惠，亚洲顶尖的教育、退休、生活环境，让孩子得到至好的国际教育，父母在此颐养天年。4至6个小时航程，通达中国大部分省市，没有时差，使成功人士配置海外资产和家人享受美好生活的理想选择。碧桂园森林城市位处新马特区伊斯干达前沿，与新加坡一桥之隔，两地政府的政策倾斜使伊斯干达成为新加坡的产业转移基地和宜居后花园，以吸引淡马锡等新加坡企业入驻和全球超400亿美元投资，微软、华为、乐高等纷纷进驻，打造区域中心。很多新加坡人在这里拥有房产、工厂，每日有40万人次来往新马关口，两地已融为一体，就像10年前的深圳，遍地是投资机会。森林城市配合区域的产业优势和需求，多重优惠政策保驾护航，将引入金融机构、公司总部、会展、电商、旅游、养生与各类创新产业，打造产城融合的活力之城，成为区域发展的引擎，特区中的特区。森林城市与中国科技巨擘华为集团战略合作，全面升级城市功能，共同打造 5S 智慧城市。从能源、生态、城市运营上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将引入顶尖国际学校，吸引高精尖人才，打造尖端教育城市。智能安防体系、封闭式管理，提领新加坡打造智安全城市，打造智慧城市系统，丰富的娱乐配套、圈层交友平台，让人们享受宜居生活的美好。城内汇集多种交通方式，无缝衔接，让人们的生活便捷高效。千亿房企碧桂园积极布局全球，作为集团海外战略的最高荣誉之作，
森林城市将以超越全球顶级城市的标准，打造全球地标级城市。碧桂园森林城市，一片能让全人类为之骄傲和向往的乐土，为全世界未来的城市树立一个榜样。